你好,我是Emily. Today, we're going to read a short story about a Chinese student. I'll read it at a slow speed. 你准备好了吗? Are you ready? Let's get started! 早上7点,我起床了。我妈妈给我准备了早饭。 早饭是鸡蛋、牛奶和一点面条。吃了早饭，我就去学校了。因为学校离我家很近，所以我不坐公共汽车。我是走道学校的。 我走10分钟就到学校了。早上8点，教室里已经有很多人了。我对他们说：“早。”张华问我：“昨天的作业很多，你做完了吗？” 我说没做完，昨天的题太多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完了。下课了，休息10分钟。我和张华去打篮球，我的篮球打得很好。 我5岁开始打篮球，现在已经打了10年了。中午，张华说：“中午吃什么？吃面条，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我早上吃了面条，现在不想吃了。” 要不要去吃饺子？学校旁边有一个饺子店，走5分钟就到了。这个店的饺子做得很好吃。下午的课很多。 我有点想睡觉。张华告诉我：“别睡了，老师看见你了。”老师说：“明天有考试，大家今天好好准备准备。”我的天哪！ 为什么有这么多考试？晚上我回家了。妈妈说：“吃了晚饭再做作业吧。今天晚上吃鱼。”我吃了鱼，还吃了很多西瓜。 我现在觉得休息得不错。好吧，现在开始准备考试。老天保佑，希望明天考试能做完题。今天的故事完了，希望你喜欢。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 Bye-bye!